蜜蜂本为采花丝，梁山伯为竹影，孔雀东南飞，我用一生等一回，一个真心换来两行泪，落花又一无期。还有3分钟就8点钟了，我好想现在就出发，可是他们不让我现在出发，因为现在人太多了。孔雀东南飞要唱。嗨，西双版纳唱。这么美。西双版纳要唱。还有哈尼宝贝唱。爱到天荒地老唱。还有啥歌呢？还有什么歌可以唱在西双版纳？我在云南找过这首歌词，我去北京找过你。咱们不能这样改了人家歌词，还在这里唱，明目张胆的唱。欢迎欣姐啊，唱动词大词是什么？彩云之南唱。还有呢？欣姐送我城堡，我真的哈欠打哈欠连天呢，我真是哈欠连天。彩云之南还有吗？你是我的格桑花，不太适合在这唱吧。云南十八怪，熠熠的光要唱。好，站着唱还是坐着唱？应该站着唱吧，鼻子假的，看啥都假。你什么16期啊？山谷里的思念。哎，对，可以。他们不让我太早去啊。山谷里的思念可以。甜甜的香，我在遥远的那。这个冰姐声音这么低吗？跟男生一样低了，唱不了啊。思念北方的你，风儿轻轻的吹，花儿含羞的流语，思念比黄泉还快。你在我心里徘徊，向远方挥挥手，那是爱情的方向。这么高，闭上眼睛微笑，相思无恙，美丽的云啊，我爱上了你，山谷小红花。在我心间萦绕，没有盼望，盼望早已经见到你。这些歌怎么都这么难唱啊？要不然这么什么什么像云端。谁来了？你们说谁来了？期待我唱这个什么《山谷里的思念》。哑巴王子来了，真的吗？月和上的凤尾竹不会唱，家人们。没看到呀，让爱一上去，我的温柔带走
的思念。梦回云南去学一学，我也觉得应该学一学这首歌。这首歌好适合在云南唱，因为可能以后我们拿到这个云南的旅游推荐官嘛，旅游推荐官，那我们肯定以后要多来云南呀，是不是？嗯，对不对？你们在那乱说咯，你们真的是一天到晚的不要乱带节奏行不？别乱带节奏行不行？浓密的云南，我想念你。远方的小红花，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什么时候听的？是我外婆说，我外婆说喜欢听这首歌，她会唱这首歌，所以我才去听这首歌。嗯，蝴蝶泉边可以啊，蝴蝶泉边，唱不上去，我这两天嗓子哑，因为我过两天呢要去录音。去录那个电视台的音，那个歌非常的高，我怕我录不唱出来，所以我要保护我的嗓子。你看我的嗓子现在说起来哑的不行了，现在哑的说不出话了。真来了呀你！你还真来了你啊，哎呀我天哪，音乐越有声歌唱，开出他最灿烂笑的模样。你们说他没来，他非得飘个屏，我跟你说他非要给飘个屏让你们看到。VIP 群从昨天到今晚还在全员禁言中，是吗？外婆对云南有情结，这也不知道是为啥哦。也不知道是为啥对云南有情结呢啊！那时候还听这首歌，还是外婆，还是两年前了，跟我说喜欢这首歌。嗯，怎么每天搞得跟新娘子一样？问题是傣族服装它就是这样啊，怎么办？傣族服装就是特别好看，特别有女人味，特别像新娘子，你说咋整？啊？看中我的耳环了，今天在那个布料市场买的，二十块钱。等一下我要唱了，我去云南找过你。哦，一瞬间这首歌是去丽江才唱，在西双版纳不唱。一瞬间就丽江唱比较应景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这装扮很好看。明天晚上7:30哦，锁定我的直播间啊，好吗？欢迎王子回家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矫情，还有王子回家。几点去夜市？我们8:30去夜市哟，8:30还有20分钟就去夜市，去夜市吃它一个小时就结束了，吃一个小时夜市就结束了，今天晚上就结束啦，哟吼！明天要门票吗？要什么门票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们这个一起去远方就是来到当地找我的粉丝宝宝玩的，所以你说我怎么可能要门票呢，是不是？不可能要门票啊！明天在西双版纳的咱们都可以来我的曼听玉公园来看我的音乐会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谢谢谷，感谢。山歌好比春江水，这是广西民歌。嗯，王子都不在了，还说王子。
王子都不在直播间，你看他都不飘屏。逛夜市开小号吗？我不行，家人们，我们拍综艺的。嘿，非要送个马车来证明你在呢？啊？非要送个马车？王子，你在哪里接我？王子啊？啊？你接我去哪呢？啊？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，请你留下来哟。是吗？他在吗？他真的在吗？没看到呀，没看到呀，看不到啊，没看到啊，王子啊。我们还要最后20分钟，18分钟就出发了。公主请上车，上车接我去逛夜市吗？真是接我去逛夜市啊，撒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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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那个拿手抓着吃的撒皮啊？来，我们云南人告诉我，沙皮是不是那个用手抓着吃的沙皮啊？还没说王子就马车这了，哎，是吗？那我看看还有没有默契啊，再次试一下好不好？再试一下有没有默契好不好？嗯，如果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，这个抓着吃的是沙皮，你就给我送个马车。如果我猜错了，你就给我送个嘉年华。这个好吧。你们也不懂是吧？那叫虾皮。逮菜。沙皮是傣菜吗？快点告诉我呀，我猜对了猜错了呀。好不容易看到他来，好不容易看到他来，必须坑坑他，必须坑他。人哪去了，怎么才10000人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间就10000人了。突然间就10000人。哦，限流了，一直在掉人。我看看是不是限流了，一辆马上可以支撑你。哼，你太小看我了，一辆马车就支撑我了。你是不知道本姑娘的肚量有多大吧？啊，不知道本姑娘肚量。说到天明张老师小虾皮的皮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也不回答我，他也不回答我。猜对了猜错了啦。公主能吃，米线拌小米辣的那种。那为什么叫沙皮啊？那不就是米线吗？明晚人气少一点正常，别有心理负担。三军会合与单枪匹马不一样，没有三军会合，明天哪有三军会合？真的限流了，给我提示了，下播了，拜拜。啦啦嘿啦嘿啦嘿，啦啦嘿啦嘿啦嘿，嘿啦嘿啦。真的限流了，限流限流吧，咱们就自己几个人在这播一会儿，我就下播了啊，好不好？自己播一会儿就下播了，我就去那个去夜市了。我吃过，我吃过吗？
我吃过过桥米线吗？不就是你自己播就这么点人了，嗯，刚刚都五万人了。我马上百度一下，百度一下，等会儿，云南撒皮，这个吗？沙皮是一种调味料吧？是种调味料吧？哦，这个沙皮，不知道。知道珍珠不知道，我都听不懂你在说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啥玩意儿，我这脑子，它是一个小菜系，嗯，不就蘸水吗？不就蘸水吗？懵了，完全懵了。我明天不回长沙，我后天回长沙，家人们。下了下了啊，小白要下了，要准备出发了是吧？问一下他们出发没有啊？问一下出发没有？问一下出发没有？哎呀，我这个手机，谁下课了？我在告庄门口，昨天吃的吗？我昨天吃的吗？告庄门口吃的，是不是昨天在告庄门口吃的？你就说嘛，你要请我吃饭，你就说嘛，是不是？嘿，吃过，快点吧，接我去吃撒皮去，走，准备出发了，好，走，出发。必须坐马车出发，走，你就说嘛，你要请我吃呀，快点，马车备好来接我去吃，我要背包包喽，我要背上我的小背包喽，背上我的小背包。背上我的小背包，我们要去逛街了，我们要去逛夜市，马上出发逛夜市，我们要去吃撒皮，我们要去逛夜市。哎，我手机去哪了？走，进入半疯状态。
九，你们觉得我还要穿衣服吗？还要穿外套吗？外面冷吗？外面冷不冷？哦，我有件衣服穿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喽。背上我的名牌包包，背上我的名牌包包。但是我穿拖鞋呀、啊，家人们，你看，穿了拖鞋，说拖鞋不累，穿其他鞋累呀、啊。出发，谁请客？你们觉得谁请客？不是，必须我请客。走，走，出发。哎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找我，怎么没一个人找我呢？啊？问一下他们啊，出发没有？人都走了，谁走了？一个都不理我，没一个人催我呢。喂，走不走？怎么他们都出发，我们还不出发呢？我急死了，我在无聊死了，我就睡觉了。现在是怎么出发了？是不是？导演组走了吗？8点出发了，你们怎么不说呢？不说出发呢？不，我现在就要走，我现在在左边堵车呢，你们真是，拜拜。拜拜，还给我磨唧唧，什么？小白牙，你说什么？小白牙，佳佳呢？佳佳呢？不是，我看你太辛苦了，我真的陪我这两天，真的是整整两天呢。明天还有整整一天呢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然后那个牙总都那个量大，牙总量大，还陪着我，太难了。你怎么在我这找佳佳呢？终于找到一个光线好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光最好看。我天哪，好匀呐、啊！这个光好匀称呐、啊！怎么老子这说佳佳呢？真的完了，把小白牙给搞跑了。
没人在我这找他哟。太难了，真的，人家量大，还跟我去玩泼水呀，太内疚了都。那我们出发喽。这个姿势像小偷，我像小偷吗？流量大，说你小白牙，一路长虹，流量大。走，醉了，真的是。老板，咱们走了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催死了，我急死了，还没有，咱们八点半走。不行，一定要早点走，堵车咋办呢？我的房卡呢？房卡我给你放你包里了。可是没有啊。没有，我帮你找一下。没有房卡哟。流量大呢，你真的是，你这主打流量大。哦，我知道没事，我去想办法解决。你这咋回事？流量大健康，我，你这啥嘛？你咋啥都懂啊你啊？这是啥都懂，还流量大健康，我的天！啊，真是，白糖流量大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谁量大？你得拿量杯去量才行。不知道。嗯。哎，我们带了什么？今天穿了什么东西？哇！穿了什么东西？牙健康，咱牙健康啊！牙，以后生儿子啊！牙。我到电梯里面去啊，可能没信号啊。我真的是，牙还可以。电梯里面没信号哦。全世界知道你能生儿子。没到，王子啥都懂，王子有经验，王子特有经验啊，王子，来，嗯，走，你说我穿这个拖鞋冷不冷？马上，车上。酒吧，一个热带花园，还有两个地方。明天啊，什么花园？热带花园。这堵车吗？晚上去？这会儿应该不堵了。不堵了，现在不堵，晚点堵是吧？早点。哎，你坐后面吗？我坐后面，没事。那前面还坐谁啊？流量大，你出发了吗？流量大出发了没有？啊？一会儿见。喂。啊。打错了，拜拜。
我穿拖鞋应该不冷吧？北国锦梁大酒店，锦梁大酒店，东塔店是吧？啊是。东塔。出发喽。到了地下街，小青不是在发了吗？从天下我没快走，我带你们走一圈，就从后面那里走出去，就赶百街了。哎呀，这公屏太快了，刷的快，夸夸夸的，看都看不到，这公屏。这么活跃吗？现在的公屏啊啊！流量大跑了。欢迎龙哥回家，龙哥回来了吗？龙行天下大哥。啊？你们这停哪儿？你这今天这什么日子啊？今天什么好日子啊？大家都出来了。他那个，对，他那边会。他在搞什么？等娟子来了。打死娟子！我等娟子。马上来了。因为现在戏是斗争很难停车。你们都在看什么呀？一句话不说，然后你们就在一直看着。你们在期待什么呀？啊？你们在期待什么？欢迎龙哥，龙哥给我飘飘飘起来。飘屏飘起来，其他直播间在看到我在唱歌是吧？现在我活跃在大家的视线里面啊。太低了，你上来一点啊，没事。我在活在大家的视线里面，天天在哪个直播间都能刷到我。看美女，来美女。看老板大美女吧，看老板大美女。不行，就看你。他们说后面这个女的不错，说后面这个女的，我是个男的。你躲起来干嘛？我是个男的。你躲起来干嘛？没有，我们得要停到其他地方去。看我去玩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想看我去玩的话，等我的这个节目、这个综艺剪出来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全集了啊，就可以看到全集了。我们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会剪出来啊。流量大在吗？流量大的跑了，流量大。等等，我在车外，你真的是。你不是骑马车吗？你还坐啥车啊？